中和诗班可以主要演唱两首，第一首《彝族日记》，第二首《感恩》。《彝族日记》是描述旧约圣经雅各在旷野旅行中的心路历程，他与神之间的密切关系，在一个人孤独的时候，也唯有天上的真神才是我们所倾诉的对象。我们世人在世上为什么能称得上万物之灵？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懂得感恩的心，而存着感恩的心呢，才能够真正表达我们对神的敬仰以及对神的颂赞。林弟兄，你认为呢？对，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我们最怕最怕的就是感到我们。那我们现在让我们以敬虔的心情来聆听他们这两首诗歌。
相处的一个状况。我们人活在这个世上，我们有感恩的心，就是好像我们对神，我们跟他有关系。接下来我们要演唱的就是丰田周口石斑。丰田石斑是位于成功镇的一个小山坡上，他们的主持人是非常特殊。我们现在热烈掌声欢迎他们。这个石斑很特殊的例子是，它是从国中一直到成年的这个年龄层，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团体。他们虽然演唱了两首诗歌，第一首《生命的芬芳》，第二首《荣耀归于真神》。我们活在世上，神赋予人类最宝贵的就是生命的气息。而我们却能彰显神的爱呢，就是散发我们生命的芬芳。我们现在能够平安地活在这世上，也就是我们最有力而且是最奇妙最大的见证。我们知道生命是神赋予我们人类最大最宝贵的，我们现在用虔诚的心情来聆听他们的诗歌，大家再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。